冯清白不但被夺了兵器，还差点被人以御剑手法戳穿心口，非但没有觉得受了奇耻大辱，勃然大怒，反而眼神泛起异彩，觉得总算有那么点意思了。江湖规矩还是要讲一讲的，冯清白被陆房所救，站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半个剑仙身后道了一声谢，望着这个剑气满袖的潇洒背影，冯清白有些羡慕，自己不过是仗着家世和师门才有今天这番光景，虽说本身天赋不俗，却还是当不起不出世百年一遇这类的美誉。陆访不同，陆访这种人呢，在任何一座天下都会是最拔尖的用剑之人。背对冯清白的陆访笑了笑，不用客气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继续帮你压阵，前提是你有胆子夺回那把剑。冯清白伸手揉了揉左边的肩头，有些无奈，他摇头说，在上边自然不难，可惜在这里那把剑我是注定抢不回来了。陆访点了点头，那你接下来可以就近观战。冯清白会心的笑道，山高水长，将来必有回报。冯清白这趟下来耗费师门一份天大人情，帮着自己青州直下万重山，做了十来年开窍自知的谪仙人，舍了剑修身份，窃取一副底子尚可的皮囊，再以一名纯粹武夫的江湖剑客身份从头来过，挑战各路高手必有，但是远远不够让冯清白达到师父所谓的由远及近。下来之前，冯清白与师父有过一番促膝长谈，剑修除了佩剑，更有本命飞剑，视为远，哪怕隔着数十丈千百丈，杀人于无形，江湖剑客讲究一个三尺之内我无敌，是近，所以冯清白是要从近处悟剑道。好在看到白袍剑客和陆访出剑也是一场修行，冯清白这份眼界和心性还是有的。至于今日胜负，冯清白并不放在心上，事实上绝大部分谪仙人都不是冲着无敌全胜来到这方人间，更多还是跟个人的心境关爱有关。鸭儿瘫坐在墙根，大汗淋漓，堪堪止住了鲜血泉涌的惨状而已，他甚至不敢低头去看那处伤口。那个被砸得嵌入墙壁的琵琶女子满脸血污，一番挣扎好不容易才摔落在地，背靠着墙壁一点点借力站起身，看了眼心爱琵琶，一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已成破烂，实在是无力去拿起。他看也不看街上的战况，一手按在墙壁上蹒跚前行，可怜女子脸色惨白的可怕，像是要去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。马轩尚未清醒过来，也有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周氏额头渗出一层细密汗水，仅是眼角余光瞥见白袍剑客的御剑，就让周氏心头压上巨石，几乎啊要喘不过气来。催动那些珠子落地扎根并不轻松，需要先截断捞取一缕体内气机，小心翼翼灌入珠子，然后按照父亲周肥私下传授的仙家阵图，以命名为屠龙的手段，将珠子好似摆放棋子一般摆出一个棋势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在此期间一步差不得，每一颗珠子都蕴含着周肥从四处搜刮收集而来的仙气，周肥曾经让他手持神兵利器随便出手，可周氏如何都伤不到珠子分毫。他这次跟父亲一起来到南苑国京城，总以为稳操胜券，更多还是凑热闹的心态，只需要躲在父亲和丁老魔身后的阴影中坐山观虎斗，看别人的生生死死就行了。但是丁英不按常理行事，逼得他不得不陪着鸭儿一起亲身涉险。父亲死了犹有转机，他周氏死了再想还魂，以原原本本的周氏重返人间，名副其实的难如登天。而且以父亲的脾气，他周氏只要夭折在半路，可能连自己的尸体都懒得多看一眼，绝对不会多花一丝一毫的心思。陈平安之所以没有趁胜追击，除了陆访从中作梗之外，
还是在熟悉那把长剑的重量以及他各种飞掠轨迹所需的真气分量，越精准越好。剑师御剑，所谓的如臂指使，只是刚刚跨过门槛，更重要的是寄身一种灵犀的境界。这是一种模仿剑修驾驭本命飞剑的伪境，就像粗劣的踏本摹本，不过赝品也有真意，一样大有学问。陆访其实一直在犹豫，因为丁老魔就在附近，一旦选择全力出手对付白袍剑客，很容易被性情乖张的丁英抱起行凶。丁英出手可从来不管什么规矩和身份，说不定对付一个瞧着不顺眼的末流武夫都会倾力一拳。再者，陆访担心簪花郎周氏的安危。就在此时，陆访和陈平安几乎同时望向同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位身材高瘦的青山老儒士，行走间气度森严，分明就是这座天下屈指可数的山巅宗师。他却没有插手陈平安与陆访的对峙，而是由街道转入巷弄，去了陈平安暂住的那座院子。国师重秋对上了丁英。若说世间谁敢以双拳硬撼丁老魔，并且还能够打得荡气回肠，并且愿意死战不退，不是隐约之间高出武学范畴一个层次的神仙于真意，更不是他鸟看风陆访，只有重秋。如此一来，陆访便真正没了顾忌。陆访缓缓拔剑出鞘，大春每出鞘一寸，世间便多出一寸璀璨光彩，刺眼夺目，笑脸儿都要眯起眼来。一直恨不得所有人都见不到他的枯瘦小女孩缩在板凳上，在笑脸都要眯起眼的时候，他反而瞪大了眼睛，仔细凝望着剑光从一寸蔓延到两寸，满脸泪水都没有退缩。等到大春出鞘一半，他这才猛然转过头，感觉像是要瞎了一样，哪怕闭上了眼睛，眼前仍是一片雪白。他伸出瘦如鸡爪子的小手，轻轻地擦拭着脸庞。之所以会盯着那人拔剑，他只是纯粹觉得那份景象很好看，就很想啊，要一把抓在手心。他每次大清早走在香气弥漫的摊子旁边，眼馋加嘴馋地看着那些在蒸屉里的各色美食，就想要抢了就跑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吃饱了就扔，最好别人都吃不上，一个个饿死拉倒。